中华生活美学馆，十二月初六到十二月三十号，在第一展览室展出《对心经过》，刘家燕书艺展，刘家燕老师专研书艺，唔捌拜过师，用古早人做老师，完全自学，对传统书法无含入俗气，行出家己的风格甲想法，邀请民众前往参观，豆豆啊品味大师的作品。因为我不是纯粹在写字，因为我不想把它停留在书法上，我只把它表现书法，我是把它当文字是一种我表达的工具，所以其实所有的艺术是相通的，我只是用运用那个文字的线条跟那个结构来当成我要表达一种素材而已。其实所以你们看起来会像一张画，那本来就是我本来就是把它当画在做，但是它的基本还是要从古人的基本结构、基本笔画来，是这样子。他是，他曾经在那个竹山高中美工科毕业哈，那这等于说也是一个艺术家的摇篮。那他的书法非常的有辨识度非常高哈，一看就知道是刘老师的画，那可以说是现代的一个流体。刘家燕书艺展用对心经过做主题，主张立面甲立形透过定做甲解构。用直觉甲想法自然呈现伫作品面顶，透过家己对话做创作动力，展出作品多元包含书画作品甲道具艺术数百件，是集二十年来的创作精华，真精彩！欢迎民众踊跃前往中华生活美学馆参观。公益频道张华韵中华采访报道，关怀电台台语配音。